在工作生活的缝隙里，其实藏匿着许多的小美好，只要我们多去尝试去探索，就能够触发获得美好值，从中获取美好值，从而可以解锁生活工作中的趣味活动、奖励、广播升级建议等惊喜大礼。我们探索的目的地不是坐标，而是用新的视角看见美好。啊，我美好值加了20，美好值加20，耶，60了。不要问我沙发有几个，我会告诉你很多。有很多。永远的邋遢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们的广播小站正式开张。这真的比那个叮咚有戏，想哭，有点想哭。走，去读信去。